如果山上着火，千万不要乱跑，空气的流动会加剧火势，越跑火越大，也不要高喊呼叫，否则口鼻会吸入高温烟气，呼吸道的灼伤是最为致命的。人的头部、面部最为脆弱，应先用双手压熄面部的火，然后跪下向前平卧，熄灭胸前的火，最后左右滚动，熄灭背部的火。